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盲人伪装。据报道呢，今年42岁的新加坡名媛蔡欣颖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爱马包，共价值160万英镑，约1391万人民币。她的衣帽间里呢，超过100个不同颜色、大小、材质的爱马仕铂金包，都是经典款，官方的每个色系都能在这儿找到。而她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尤为重视，每个月呢花在美甲、美容、护肤、头发护理、按摩等上面的费用就多达8000英镑，约69575元人民币。每次呢跟随她出游的是两个长久待机的全职摄影师，在没有拍出让她满意的照片之前，旅行不会结束。而且呢，每张被抛上网的照片都是从众多候选中精心挑选出来的。看着这么多爱马仕包包，你们有什么感觉呢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，更多精彩视频尽在盲人伪装。